看着一下啊，看看绿豆沙，喝绿豆啊。我觉得稍微的再凉一凉更好吃，不是光凉啊，稍微的再细一点。绿豆啊，来妹儿，过来，过来。蓝班儿，聋了，蓝班儿。怎么剁肉呢妈？不是要吃肉饼吗？谁要吃啊？我不知道。我爸不是要吃吗？你要吃。我不行不行，我剁吧。这剁的其实刚才有那个绞肉机，还是剁馅好吃。然后呢，搓一肉饼，什么馅的呀？猪肉大葱，完了再做一点茴香的。啊，喝啥吃的呀？一会儿做一个那个绿豆沙，啊、冰冰的。行。肉差不多了，三七啊。那个千万不要剁太碎了，不好吃。啊、行了，颗粒行。我妈一剁肉的姿势怎么跟那个《水浒传》里的宋二娘似的呀？看你德行。倒一点点这个。老抽，这个肉饼颜色要深点，浅的不好。我给你生抽，基本上这里边就不放盐了。姜粉，倒一点点五香粉，不要多了，多了那味儿太浓了。本来我应该搁黄酒的，没有了，搁点普通料酒就行了。这不也是自制的吗？这是自制料酒，倒一点点蚝油提鲜的，再放点花生油。OK， 稍微放一点点水，因为让它吸会油有汁。完了就给它喂上，搅拌均匀，给它喂上。最后放葱呗。最后一会儿放葱，现在不放葱。和的差不多了，喂一点，搁一勺小淀粉就行，甭管是什么淀粉，哎，一点吧。它嫩，你看这面，早上起来你们还睡觉的时候都已经和好了。哎呦，我妈真好，这才是好妈妈呢。你看，我就拿筷子和的，一定要软软软，完了醒时间长一点。啊，这面是饺子面是吗？不是，比饺子面软，烙饼面。啊，拿那个我都没用手。刚才我妈说拿这个做这个绿豆沙是吧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吃今天天气热呀。哎，我妈又外边社交去了，嗯、啊，咱做吧。哎呦，怎么拿这个做呀？我这拿这也不是，这不是拿龙口吗？是拿龙口啊，今天咱不是着急吗？做这个省事儿、啊、快，啊，便捷啊，咱就做一个呗。啊、来，嗯，还一个罩还。来，把这个豆沙给它搁里边，让豆子。这比例是，1:5，绿豆5，嗯，小米1，啊，反正咱们放这水的，放到1.2升啊，1.2升，能1.1升行吗？行了，行，好，来，这就把盖给它盖上，啊，把这罩子给它弄上，好。选择功能，豆浆，开始。啊，哎，就这么方便，声音还是真小。为什么小啊？这不是有这罩吗？感觉还就是管用。那、啊、肯定，看不柔。是是，而且周边它不热也，摸着。嗯，挺好的这个啊。那声啊，听着不吵人。还多长时间？还有7分7分钟啊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、啊。对，别虚着手啊。嘿，嘿、哦，这绿豆沙多好、啊。待会儿得放点蜂蜜或者糖。对，得晾凉一点。对，是吧？不能那么烫。哟，妈，来了。妈，这都完事儿了，您出来了，真是少奶奶。你怎么不看我干活？没有，没妈，没那意思。看我就是高兴。看看怎么样？看看着我妈，看看。别放太多了啊。放了吧，没事，借着这还热乎劲儿，能化了。嗯，放吧。一定要搁冰箱里晾凉了以后啊，放冰箱里凉，特舒服解暑。
这夏天得多喝点。对呀、啊。外边那冰棍不是有绿豆沙、红豆沙的吗？对 对, 对，又真好味。啊咱家自己这冻的多好、哎、我先那什么我搁一个容器里吧，一会儿搁冰箱里。开始包了吗？包了。嗯，这头包之前把这葱里边稍微放一点油。这葱谁切的吗？你老爸切的。我没切，我怕辣眼睛，搁一点点油里边啊、嗯、因为它要不搁油吧，它那个一是干，第二还有一什么呀，一股臭葱味儿。这是茴香的，擀一个圆，完了中间这夸给它弄了，三面等于全搁成肉馅了，咱们烙三张就够了。别切那么小啊，我爱吃大的。我们说一会儿熟了以后啊，不切才好呢，就一张我直接啃。哎呦，那可没法，太糙了，哪有没得精神这吃啊？你这吃东西就没吃相，不是说我说你的啊你。行行行。那怎么办？你别不虚心。夸这样一下。嗯，这样一下，我说这样一下，这就一个三角饼，把边上稍微的摁摁，省得完了再稍微的擀一下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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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但是出来以后特别软和。外焦里人那饼是圆的，这怎么什么？这不是圆的，这就是这种三角的 啊！您别说您是圆的，看了吗？直接就放里了，看了吗？多长时间？五六分钟吧。嚯、哦，这馅儿大啊！这茴香呢，就是一张。看看绿豆沙，多地道啊！我觉得稍微的再凉一凉更好吃，我觉得不是光凉、啊、我觉得稍微的再细一点，地道啊，有点太稠了。嗯，吃吧，吃肉饼，肉饼肯定香啊。来，哎哎哎，还那鸡鸡刚才打扫完还挺好打扫的啊，挺干净、嗯哦、不粘是吗？哎，不粘。嗯，是，而且这个噪音也小，感觉还真是到时候张玉给安排一个啊。安排哪儿去啊？安排哪儿去？安排这儿的啊。那不是放那儿了？我看已经啊。那啊，对，那个以前那个淘汰了，不能用。我说再安排一个，这个放到这儿，再安排一个给龙口啊。对，那这个就搁到，不是这个要搁到龙口吗？嗯。被淘汰了，这粘。没法了。嗯。真不是说你，咱俩又抬杠。我只说让你切小一点，那么大怎么吃啊？我不是说我强势啊，跟那没关系。我切点去，我那么大怎么吃啊？一切就碎了，碎不了。这个有点碎，这边碎不了。啊，老头，我切一下，我吃不了。你切去吧，那么大。你切一个饼还跟我请示一下？哎呦，不行，我怕你跟我犯脾气。别逗了。那我最起码我切三个，那怎么吃啊？哼，味道是绝对没治了，好，就跟绿豆沙的感觉。但是可以稍微再少兑点小米啊，稍微稠了点。沙沙的，我觉得就这样。嗯。嗯。你再多搁一点小米就变成黄的了，哪有像绿豆沙那种？我说少搁点小米。嗯。是。嗯。你尝我这。合适合适，肉饼。合适，稠了点。真稠了一点。嗯。嗯。但是你不稠，吃不出来那个豆沙，那个绿豆沙呢。能。你下次再做，明天再做一个，这样冰的凉凉的。给我爸盛点儿。怎么样？那想让你爸，不做饿了。这都挑理啊。对。你说什么？我还给您买百香果呢。应该的。不，这好吃，你蘸点。干嘛？什么都要管，嗯，太爽，太凉。让爸尝尝。哎呀，喝肯定好喝。嗯，我今天上午都没喝水。这跟豆汁儿说吃的那感觉来了啊，就是好喝，它真的好喝，沙沙的。那个绿豆的那味儿特清香。嗯，给王小婷留一碗。
弄块肉饼给它快递过去，闪送。大夏天你回来放冰箱里面一搓，那肯定地道。那肯定，你都这么说的。哇，别别子，再别别，这个怎么哈？这正能香，好喝啊！大家不知道学会没学会啊？应该学会了。夏天多喝点这个肯定有好处。